不在这些前面等啊，先慢点走。这里呢有一位李金球，还有霍碧如女士哈，你的同伴找不到你，麻烦你到前面的舞台这边集合，好吗？李金球还有霍碧如，谢谢。接着是韩国瑜市长所提名的市议员候选团队，我们逐一来介绍韩国瑜市长未来最坚强的市议会团队。第一个，许坤仁议员。英雄一人，王英雄，都算，英雄，都算，英雄，都算。
各位，我们的市长韩国瑜，他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议会来支持他的预算，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全部集中的力量来支持韩国瑜作为所提名的所有的候选人，好不好？邀请中间的朋友们，大家稍微让开一条路，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议员要退场，准备从后面那边等着我们的候选人韩国瑜来之后一起来进场，所以我们用最热烈的，好，再加一个李雅琴议员。那我们是不是请所有的议员们来两个两个下去，好不好？然后由我们的师队来带队啊！谢谢谢谢。